看到，喜欢睡觉前写的。我写的什么来着 ？Very good。Very good。我记得呀。行，你晚上还挺无聊的啊。看到有支笔，就写了。今天是奔跑的白慕言。奔跑的黄河篇。今天是只睡了不知道几个小时，我感觉刚刚闭眼就闹钟就响了，应该是睡了两个三个吧，可能。好像每次来跑男前一天都没怎么睡觉，没关系，今天还是会慢慢的。我这种人不能一直一边放歌一边讲话。心里一直都在。现在还是会好好跑步的，等我走了之后，这帮人就要开始睡觉了。Hi, yeah, okay, never mind. 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有点肿。It's okay. Bye.